穿越或是昨天，在这里或在对岸，长路辗转离合悲欢，人聚又人散，放过对错才知答案，活着的勇敢，没有神的光换你我生而平凡，似心碎中人情遗憾，生命漫长也短暂，跳动心脏长出藤蔓，愿为险而战。这个不好啊，这个地子这是后补的苗是不？后这小小的后补的，这后补的这管事儿不管事儿了？行了，也行了啊、嗯。这两天还不完，不完。我看刚上来这个特小嘛。嗯。啊。没苗有补的，补的呀。今年是不是一开始太旱了，所以没苗？就是。太旱，种的有点迟。种迟了啊。嗯、这谷子就留几根，我看有的两根、三根的啊。哦。嗯。有苗就留一根，没苗就两根、三根。啊。这前两天这是下雨了啊、哦！下雨了。哎呀，咱们这儿真凉快，一点也不热。哦。嗯，比市里头的凉快多了。这该几月份收？十月份每年，过国庆时候收差不多。嗯。今年前一季旱，这一季不旱。这季不旱了。啊，这个这是从公路上流下的水。嗯。流到地里头。哦，我说看那儿好像水挺大，刮下草的了。啊，正好给净这儿了啊。啊，这要不流进来，是不是刮下雨还没这么湿呀？就。就是。嗯。这完庄这人们也不多了，还都也是净老人。四十几个人，不到五十个人。哦，啊，四十来个人才。四十来。您种了多少地？种十来亩。哦，十来亩地，也大多数都是。谷子，谷子、葵花、山药、山药、那个油豆。啊，油豆，油豆做油豆的人不少啊。油豆是不是挺好卖？有卖，价钱可以的。啊，有人来收了啊。嗯。价钱多少钱一斤油豆？油豆也是个四块。啊，去年四块。嗯。那个早早就能收啊。那个。切这个庄稼好，就切手留它，种地都要弄翻开始。哦，先弄它，完后不然堆到一块儿。种地都要。秋忙的时候正好都集中到秋天了。切时候完了油豆该忙了，也收留。那人们都多种他点油豆。哎，都今上岁数做不牢了。哦，就是。这是开的四轮车来的。这么远远还开四轮来。不带骑毛驴嘛。哦，还养的驴嘞。这倒是锄地不晒啊。挺舒服，不热。再往上更凉快。没就在我找个了。没有。我在刚才上山看了，看那三线树，一个也没结的。今年没结。为啥今年没结呢？今年这个开花时候刮风。哦。这个开花都不会，不会刮掉了。哦，今年卡刮风了哦。刮风刮大风都不会刮掉了。我说那山上咋那么多树，一个信儿没有？这一个人这拖二回了啊。头一回。头一回没草啊？怎么？不多好像。头一回这大苗的这田中那个没苗有不种的，不种的小不能出。啊，补助的小可不能除啊！嗯，真是这个，你看补助的这个刚上来这么点儿，这还有七、八、九，还有三个月的功夫，还能啊？那行。这不拿大锄为啥？哎，大锄不好取草，不好被接。哦，你这个连手能上是吧？那我可以拔苗呀。对，连剑苗是吧？连剑苗再拔那个小草。你拿大锄，
那大厨站起来还得一会儿会儿弯腰还得了弯腰吧。啊。哦，这得除到几月份就不用除了。我头管抽一个阴历就七月就歇了，哦，这还得抽二回了吧？有抽就抽二回，没抽就不抽了。哦，一般就是两回啊。对，嗯，这条沟里头这地好，还挺好，只要有雨就长得挺好，别看旱地也长得不赖。看这开的四轮来锄地。